你当时写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吧？皓月啊，在树林深处。Hello， 大家好，我是曲艺，是兰博中文版音乐剧《上树叶下》演的是兰博。诉说心里的话。你怎么知道这首诗的？老师自然会知道的。风声细细在柳梢啜泣，池塘中倒映着柳树枝，就像秘境。是啊，当时很享受。那你就念给我听吧。让我心生兰博中文版的演员孙豆儿，我饰演的角色是薇儿。集中性，还有一种针对性，你针对演员哪个地方弱点，然后来进行就是说强化性的训练，我觉得这点他们特别专业。我们是把他们已经排好的东西然后进行一个中文的创作，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之前大家走过的弯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就是按照他们已经比较顺利的方式去调整，按照我们中文的语境环境下去调整。所以我个人觉得总体上的差别没有很大，因为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像百老汇的投资，像韩国、日本的投资，很多公司都在中国在上海做很多的戏，所以其实可能你要说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整体的系统化运作的效率比较高，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它可能肢体要大过于夸张心理吧，他们比较夸张的。嗯，肢体大过他的心理，
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心理的活动更多一些，对，然后展现的动作也不是那么的太大，这跟文化有关，文化有关。中国演员真的就我们演什么，包括之前我们参与的一些中文版项目，我们内在的东西会比较多，比较对，相对来说比较内敛，对，因为如果我们这种文化，你去太过外化的去表现很多的动作和肢体的话，中国观众会觉得很奇怪。发布会的时候，当时唱了两首中文歌，然后当时韩国的演员都在，他们听了之后，因为同样的问题问过他们，我在说你们觉得中文的表述跟差异有什么，然后当时演员回答说觉得好像完全变了一个色彩，整个的音乐感觉完全变了，就是很奇怪，但也很好听，感觉很深刻。其实我们研究过，因为我们中文的普通话是有四声的，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会加入很多中文的语气和强调，包括我之前排过的一些其他的百老汇的戏，他们也说，他说同样的语言用中文说出来会感觉更铿锵有力，可能你没有很大的肢体上的动作，但是用中文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语气、这种风格和这种感觉会更强化这种感情的传达，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语言上的一个优势。韩文的发音基本上舌头是平的，所以呢，它不会出现有舌头会阻碍你发声的方式，而且韩语呢全是元音，所以他们元音呢有助于他们的唱歌。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也是需要跟他们学习的，就是发声的位置和一些技巧。韩国人对声音、对声乐的研究，其实是我觉得是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对，所以客观来说，还是要向他们多多学习。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很刻苦的，我们从早到晚。韩国人都很震惊，他说啊，你们中国演员原来排练这么久，一直排练到很晚的。我的朋友，包括演员，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创作了这么久的时间，那中国演员怎么能够在一个相对比他们短一些的排练时间当中去完成这个作品呢？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不但能够完成，而且会把它完成得非常好，而且会让这个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色彩。色彩，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向韩国学习的，包括它的系统化运作、它的商业化运作、它的市场的细分，以及它的音响、服装、道具所有的专业度，这种我们真的是应该很认真的去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之前也排过其他韩国戏，包括我们，特别是我们这次就韩国的服装老师直接帮我们来做服装，那经过几次的修改，因为我们这次试服装我们本来也就15分钟就结束了，结果呢，韩国老师说每个人至少半个小时，我们还觉得很夸张，结果试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是很精细，就它会让你的整个身体，它会修掉你所有身体的缺点，然后在舞台上展现最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韩国的演员，他的服装你会觉得，哎，怎么每一个人身材都很好？其实我们现在才明白，都是他服装做了很多的修复工作。他们向我们学习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向中国唯一需要学习是多样化。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大国，所以我们的审美，包括我们对音乐剧的欣赏，以及我们喜欢的品类都是不同的。上海跟北京不一样，北京跟广州不一样，广州跟台北也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全中国人都喜欢的方式去表达、去表述？那因为韩国一共5000万的人口，所以他审美很一致，那他对戏的审美也很一致。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文化，这个是相互学习了，就是。